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介绍这颗超过15年以上的树葡萄。那在上个月刚采收完一批树葡萄，那采收完之后马上又开花，现在花开得满满的，整树都是花，这结起果来一定非常的壮观。树葡萄在台湾已经盛行一阵子哦，刚流行的时候很贵，像这么大棵一棵树可能要几万块，那现在已经非常普及了。那非常普及之后，它的价格就变得很廉价，就很亲民。那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里面种个一两棵试试看，它蛮好吃的，喜欢吃的人那个一口接一口。那皮比一般的葡萄还要厚，但是它味道综合了好几种水果的味道，有山竹味道，有释迦的味道，有芭乐的味道，有所谓葡萄的味道。这树葡萄其实它正确名称叫做嘉宝果。那你看，整颗开满了花，包含上面这颗树葡萄已经跟着我，已经15年以上。来，你看看。好，这是我的老家，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种的一棵树葡萄。谢谢大家。